tulu tani kita ini ibu sung ira kiamaturo uya masalah ini mita matu asai cifaki lifuk upi aluan upi lizayan mita masa pangsai ali hai kuna kafana ane tu serangawan mita masa pangsai niga anini ami hajando nasa kesempat afulatan jala sai ini tu naling paai pacik ci a milias kita nan ta falu pulu ya kupitu kuna rip ningra kini itu ni tu pilias ni faki lifuk i Upatu orsano na jen cha yuen fu yuen zang ji sun ta chuan du bin nang an ning ra yi. Du bi lias ning ra ma mi ni ra ma ha wi gil kia kal kal lan kia na ang an ya yi fung hai ni ra asra nga wan mi ta ma sa pang cha hai. Sa pa kene yi ti ni du bin nang an ning ra yi wata oma gu sa it tai gu na tam sao. Wata yu ka hima kan gu bin nang an ni ra sa ta yi ra gu mi ta bi shikuru du bin nang an ni fa ki li fuk.这个名字就是捡来的意思，为了减低神灵对他的注意。那生病以后呢，有人怕李福克的意思还不够坏，仍然会遭神灵之忌，又给他一个别名 Odem， 就是尸体的意思。伊都是不如一个在阿弥陀庵过佛前的礼佛，还归朝发起。伊不送都那是阿弥万阿弥陀，伊爹好爹杀宝都路阿弥陀庵伊，冇啦，得个大大安过杀杀宁沙，伊过八几几再多个摩拉格，冇得阿弥陀庵阿摩拉古。当然你会觉得，作为一个阿美族男孩，他你可以知道他心里面的遗憾。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跟别人一样可以唱歌，不是可以跳舞啊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蛮大的遗憾，嗯，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跟别人一起啊过那样子的青春岁月嘛。安努马蒂尼蒂，尼古奥雷比，在卡杜拉斯库法鲁杰宁扎，阿拉哈洛伊蒂尼米嫩嫩，米吉里姆杜拉阿西贝尼拉阿祖萨，马蒂埃蒂尼阿米纳纳姆杜努明库。Aminanam dun mita masa pang cahaya adilis， 也可以看到他的血，这个以后还麻烦，要懂他的人来翻他的东西，因为这里面会有些族语，写族语嘛，汉语特别少，所以你必须，就是要了解，而且他的字稍微有一点那个，你要了解那个字是什么字。它还是有一些国字的，你看 ，Hockey 小罗，我，他有写到我 SOS 啊，那哦，他在求救哦，里长跟我。当时一十八步路阿弥扎恩，我个爸都跟那大爹人阿宁说，都是不让那都是都跟阿弥扎恩，但那大概都跟我爱你来的尼阿摩拉干。Anu salin i, ukah nama i kura faruju aningra sa umang puna kerani rado naruma mi as sa faruju anira itu nami tilis itu nito nak alat aningra kami sapu ulah. 因为他写日记的关系，所以整个宜湾那个地方的人、事、物、历史过去的这些事件，甚至他个人啊，和包括他的妈妈过世的时候，他非常详细的记录了妈妈的葬礼。而且那个葬礼到后来跟马渊雾，日本的学者哈合作，因为他用日文写的，所以也做了出版哈。我记得他是马渊东一的儿子，这马渊雾，他后来到部落去做田野的时候，就跟黄桂朝，两位在讨论的时候，发现他的日记非常内容非常详实，所以就是他以他的日记来做他论文的一个研究。
就是伊娜，我的太阳。老黄胡小姐久违了，实际上一本竹色请赐，请赐木啊。2006年，这本书我是全部看过嘛，那因为后来帮他写一个介绍文章嘛，所以你就可以从这文章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妈妈是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对他可以对他这个孩子哦。还付出很大，对，我是觉得，所以他好像一辈子，他的妈妈真的是，哎，就永远活在他心里面，啊，那个部分也是，就是特别在母系社会哈，这母亲的力量对他的那个成长的影响，哎，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对他讲到妈妈哦，他完成这本书，他就是非常非常快乐，哈。Nem pulau ekvalu dalam jajan ini, tahu jenis pisau wal ini ni, metilis tu lah alat ningra apa apa orang. Utaru antun sari kaka kura kar karlan, udah sasingan atau nanti lila ningra tu mita masa bangsa hai nyaru. Ide atau api tu pulau dalam jajan. Una kerja yang di nai lipung una mina nama sari kaka i. Micumu ini ni tu na Zhongyang Yanjiuyuan.我们把生的刘冰雄一点呢都打压，阿米巴拉兰都米达玛萨帮查海阿什么，我们米里那 S 都拿得里拉尼拉阿祖拉斯。这个很珍贵，这张照片就是当初他参加中研院的计划嘛，这是刘冰雄先生啊，他参加刘冰雄，一个是斗马女，斗马女做雅美族的。1986到89，这边就写那个接受那个民政厅委托嘛，哈，委托这个刘冰雄和我主持，邀请多位人类学者参与，然后民族音乐学者林欣来啊，哈，还有舞蹈学者平衡啊参与。那个时候就是before 黄慧草也是就是协助我们做这个计划嘛，哈。那在那个时候计划里面还出了一卷录音带，这录音带有内容说明在这里，这边有关于宜湾的丰年祭，好啊，这里面可以看这些都是李福克翻译的，哎，他记录翻译的，对，他而且他帮我们解释，他这都是他列出来的，我们到底录了哪些歌啊，他分得很清楚哦，然后谁来唱啊，谁领唱啊？这些方方面面的，从族语，还有部落的知识，还有他那种谦逊，他有骄傲的地方，但是他的骄傲是来自于他非常确定的知道这些知识不是他瞎掰的，也不是从任何的人的那个学术论文里面来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我们非常珍惜而且依赖的我们自己的人类学家，虽然不一定人家会承认，但是我很早那时候跟他讲，你就是我们的人类学家，然后我也很希望他将来应该要有学校给他颁这个荣誉的博士学位，因为其实好多那个时候的阿美族研究他是一个蛮重要的报道人，没有理由让别人去拿博士，然后报道人没有。好在大家的努力，后来他也得到了这个荣衔。谢谢大家，跟紧我多少年来小小的成就。我觉得他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哈，虽然他身体有残缺，但是他所完成的事情真的不是像我们好像都四肢齐全的人可以完成的事情，他做的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个量啊，哈，对，而且他发展的面向这么广。Ami papa orang ni alat tu kerana rai dini orang ami sasing ami kini tu ras malinai atau nawilawilang ningra. Uma arawan ni mita dini tu kas kasan ningra tu mita masa pangsaian nyaru.
你们每次都拿十八大布拉森，古林邦爱古萨卡巴代呢，你福发起，不如不我那比多我那每次宁热，我那弄啥？那那年年阿监察院副院长吉顺大川，我听那古宁热都尔比利亚宁热伊，我明都宁热啊，马哈维吉古拉阿拉森。Na papulan ning ra ato nakarkasan ning ra aslamak numita masapang sahay ano soal hangkupin na nga ning ra i kutama sa iay umahuli nga ay kura damsaw ning ka atak kakufalo siya ning ra 整理这里现在是你看那个照片已经有些你看我你看他不断的照相啊过去的照片啊你看这个这么多这边已经一箱了这边已经一箱了因为我未来下一步比较能做的就是把他的照片数位化。怎么谈过了？干嘛说安尼那罗马打人？现在过了做了阿杜那啥新安宁上，过了你那阿珍你的那米得里的你哈古。他最大的那个就是做完一件事情，他就放在一个篮子上。所以会看到很多篮子是。对，那因为我的这一次的打包是蛮紧急的，所以我就是区块区别，而不是说集中某一个东西这个打包哦，因为那个时候他也蛮随性的嘛，所以我必须要用区块照相啊，就这一摞的东西就打包成一箱这样。那侬阿要阿要伊，阿你一路好过哩嘛，你好奇心细，但你都阿米哩说阿巴扎费吉法吉哩不干。一定你阿妈那里在读书啊，阿都也妈妈那时候还没打死人啊问。我们偶尔就过来这里开始对谈，那文化的东西各处它都有一点误差，落差不是误差。我们常常在这边吵架，也是热气，生活热气。回去真的猛啊，怎么？什么红？脸红耳赤，然后，真后来，就维持好，你就坚持你的看法，我坚持我的看法，大家各自记录。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所以我可以说，可以跟他是算是一个忘年之交。好，我们现在年纪大概差了二十几岁，但是他没有把我当作说，是怎么样，是把我当作同辈。他让我可以成长部分是。他不让我离开这一落的环境，为什么呢？我外面的诱惑太多了，所以我常常去做这些运动，做什么的时候，我会忘记这一落的活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活动，说继续做文化，继续做语言这部分。乐器，你看他也会拉胡琴，他还会做歌，真是。我说这些日子来。常常有一个想法，像李富这样一个对阿美族文化拥有如此精密知识的人，我们如何给他一个学术的定位呢？乌萨卡法纳罗纳监察院副院长吉顺大川及法吉李富干以伊蒂内多拉上海杂志，要看他这样哦，他很会体贴人，他来。参加我们任何的活动，你知道他有随手带那个照相机的习惯，这个是他从年轻就开始有的，可能后来更因为他做了一些人类学的工作，他知道照相机就跟他的笔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他每一次来一定照相。照相完了以后没有多久，他会亲自骑着他的，我们叫他的 van， 他的摩托车，然后戴着墨镜，然后就会来，他就给你整理的好好的一本相簿。伊底阿家1986啊，麦哲恩，阿玛达迪格拉警察，都来点来中研院民族所韦亚教授就不台里。巴拉拉那尼拉达尼迪尼多纳萨尼万阿尼亚瑞，伊底阿伊邦安安哈尼法基里福吉胡台里，邦安安瑞纳宁拉吉隆伊。他什么都是他小时候，就是他卧病的时候嘛，他就学各种技艺啊，所以我是觉得他都。只要他手可以动，对，虽然他脚不太方便，但他手可以动的话，他都愿意去学去做这样子啊，所以就很厉害，对。你看他很细心，
和附了一个说明书，里面有他自己怎么叫。拥有它，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发挥想象，弹奏出你想要美妙音乐。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拿口簧琴，怎么吹。哦，居然还用他的照片来讲，所以他这个，他卖这个还要负责教。他如果没有固执的个性，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因为他针对某一件事情固执，所以他就会很坚持。固执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坚持的变相嘛，所以他很坚持，他认为做这件事情也许就是我一生来到这个世间的价值，还有一些说还没有完成的，也希望有后人来跟随他的脚步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断了就是一个文化的断掉嘛，所以希望不只是说希望说像他这样只有把遗湾捧起来，也希望后继能够把个自己的部落能够挽留多少算多少，他也有一点这样的那个啦，因为也感慨嘛，他说终其一生做这些事情他也没有留下多少嘛，只能说这个世代留多少算多少，这样子。这个箱子都是，所以这边都是卡带，还有他的手稿，你看，还有这个，所以你说二十箱还跑不掉了。就是心里面一直觉得很遗憾，我知道刘先生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譬如董马女跟黄伟超这么多年在那边，就是你看就这样一页一页去打字，然后写字翻译，但是这些东西留在我们民族所的那个就是像我们那时候在博物馆的一个抽屉里面，他没有再进一步发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我退休之前我一定希望把它数位化。对，所以那个黄伟超也知道，就是我们就是把他的这手稿这些全部让大家可以看到。他是我们的民间的学者，然后也是一个见证阿美族遗湾部落的人，然后他自己的生命哦，在那么样不方便的情况底下，能够活到88岁，无论是对他的心理以及他的生理哈。他自己的那种不怨天尤人哈，能够自己打理自己，甚至到他最后的一段路都还是靠自己，我觉得这很好像才是我们真正的原住民老人的精神。我第一个那巴拉萨诺那阿拉萨伊迪尼奥雷布宁拉ni ka tak ucina iti ni pisawar amikarkar tu serangawan minta masa pangcahai maarawai tu no minta iti ni kukulait no farujo ningra kunanai tu pilias ni faki lifuk ira tu kuna patinaku ni rakitanan tu togai atau pu longa sarikaka anu sifutu masama nai kuna iti ni pisa farujo apatireng tu serangawan no minta jai kutatawarin no minta kuna lemak。所以说，你做这个记载嘛，就不是说运用了摇篮啊。